自动停车 NFC 付费系统。进入一楼停车场时，进入停车格内，启动触碰感应器，使栅栏落下。利用手机与 NFC 装置感应，并同时缴费，完成缴费，栅栏自动升起。车子离开停车场，立体停车与 NFC 付费装置。车子进入升降梯，与超音波侦测器感应，并驱动升降系统。车子抵达二楼，车子进入二楼停车格，触碰感应器，使栅栏落下。手机与 NFC 装置感应，并同时缴费，缴费完毕，栅栏升起。车子离开二楼停车格，进入升降梯，搭乘升降系统抵达一楼。车子从出口离开停车场，语音与超音波感测刹车控制功能，直走、后退、右转、左转。填入通讯录的图示，可设定紧急联络人号码，点选 GPS 图示，可改变定位方式，可选择网路或 GPS 定位。按下电话的图示会显示所在位置的经纬度，按下拨号按钮即可拨给紧急联络人。